se sei fatto passo via corso. We'll be right back.
哎，哥们儿，我采访一下可以吧？可以。你这个每天大概打多少本啊？这个书？这个4000左右。4000本啊？对。你这打一本大概能提成多少？这种的应该是5分钱左右吧。5分钱啊？哦。哎，你是那个哪里人呢？是山西的。山西的啊？对。那个今年多大年龄了？20吧。哎，你是不是你这儿那个打包最快的人啊？不是。不是。第二的。哦，第二名，你来这儿干多久了？7个月。哦，7个月排到第二了。啊，还行。厉害厉害。哎，你幸福吗？不幸福，我姓王。姓王？那你觉得这个幸福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觉得反正每天能多干两遍，多干两遍挣多呗。哦，多打点包是吧？对。哦。多干点。你觉得你现在幸福吗？现在我挺幸福的。是啊。现在一天可能跑个3000-4000。哦，3000-4000。啊，不少啊。那你觉得干这工作怎么样？辛苦吗？干这个活儿还可以吧。啊。挺好的。嗯。啊，觉得。8个小时班。啊。啊，就感觉反正是还是有份工作干，还挺快乐的，是吧？啊，我看你这一会儿这一台子书都打完了，啊，这也好几百本啊，这几分钟的事儿，谢谢啊。Thank you.